主讲是慈悲贤道至高，恩大至高，请照下。
刚出马查的广告，讲不怕慢啊，吼，他只怕。
这个结果的一个过程来做，这个过程，所以这个盐呢。
原料会到改变里面。今年咱新闻学科讲要来改变这个面，要来改变这个面，但是呢，一定爱按照原料。
三千，但我后来还想，所以有车的时阵，吼、哦，这可能是咱家己咧标示啊，还是哪里？高速公路现在走，哦，迄大台车、迄火车，足用的安尼，啊，咱若上车的时阵，咱就会想啊，就是讲，好强啊，哦，好强，我不爱坐，啊，咱老爱坐，反正我怕无事，然后咱就变老爱坐，大概就嘛。所以呢，咱家己讲啥，咱讲环境呢。Thank you。
金出家啦，所以这位呢，同金出家就是讲，伊那就来请教所信啦。像咱这位呢，咱家中哦，后生他迄个，我将我叫，哇，不简单，遐个细汉哦，我可以请教。所以呢，嘿，伊那他无那么细汉就去请教，这就是叫做同金出家。这个麒麟呢，伊的原种，伊的台湾内底就其中就一项啊，所以可见呢，有法度通够上黄金就来出家修行，是无简单，是无简单。那么呢，第五呢，伊讲希望吼，伊要对着啥呢？优秀的这个对象就对啦，要对着优秀时间啊，伊后摆要出家。继续要搁修行，但是唔通像啥呢？伊讲亲像迄个啥，足俗气的和尚，足俗气的和尚吼，就是讲虽然家世清廉，但是唔是真正是为着众生的善心在打，唔是，是一个真俗气的，咱台湾有真侪啥，即讲。大庙是免一寡出钱，哎，咱嘛是免解拍无算嘞，啥物人上信用，咱存一个信用是免一边做一个，是啥物人是做一边，嘛是免解拍无算。到尾啊嘛是叫拍无算着啥物嘢，哎吼，迄个是真歹个非常，就是讲逐项拢要插，政府也要插，啥物也要插，人就会来讲，迄是啥物作秀气，个非常对。所以讲，伊唔通互伊做一个足上气的对象啦，足上气的对象。那么呢，讲到这个呢，有安尼，互咱听起，咱会感觉会感动哦。一个人希望讲，伊过后世人要搁来的时阵，希望会当有遇见。但是呢，咱当有发过讲，咱若要做一条路，做搁较顺利，会当安怎？会当有心理先相处。其实呢，我一直在想，伫咱想的一条路，要会行到好行，那有不时有心理先相处，那么安尼咱就平会平乐。所以大家来讲啥？3000万、1000万，唔通啥？归不得。千万唔通啥，离开吼，经典千万唔通离开现地现场，咱的前辈，前吼，咱渴望呢，这段时间真难挨。那么呢，咱今日这个知影是，伊安怎，一直拢离开，一直咧甲人教，咧甲人补咧，咱会安怎，会歹势咧，会。嘛会感觉臭，我想到是歹势，我也会感觉真臭。伫咱外口讲起，伊就是咱外口个啥，心。伊是咧甲咱外口机会哦。所以呢，如果咱想要学到，若是有你个啊，真有回报，咱来好好仔把握这个好个机会。要是讲，大家会当互相，那讲互相扶持，互相会当拉。当咱咧海开时阵，因为人都无海开心，如果呢，当咱咧海开时阵呢，会当呢，常常甲咱鼓励，常常甲咱提醒，然后安尼，一段时间无出来，会愈来愈爱出来。老前辈则有时咧甲伊鼓励讲，好啦好啦，总有好卖个面，无出来会使。安尼上头也是，那讲叫骨头会歹势，到尾啊，伊就会心里感动。是比较多，这是咱学校最近一段时间的课程啦。因咱学校社保真难开，所以呢，咱这个业界、产业里面不断后边咧来收，不断后边咧来收，只要咱学校刚刚正常，上来当工啦，上来当工啦。那么呢，过来呢？环境会当改变一点，所以呢，必须要行到这条路，甲咱讲啥，讲咱也是，
从咱的道中道来到台里带动我心心向，哎，这就是业缘啊。伊讲哦，哎，咱袂使安尼落去，所以呢，爱从咱的道改改，要有声有色，这就是业缘。所以伊就迄个咱，咱嘛有那些吼，来通电视台来念出来，啊，迄吼，迄个迄海苔啦，啊，迄啥，咱过节时过节拢啥，拢哪叫袂使讲，啊，迄吼，迄海苔啊。
Thank you.
是用伫外口诶地面上诶诶，即个防御性，真有可能着是用即个防御性。吼，所以咧，咱来讲，老板哥，你若毋知哪个师傅，哪个师傅，吼，哪做好好师傅，安尼会是好做。吼，因为咱诶思想观念有偏差，吼，有偏差。那么咧，修德无非咧就是修心性。静心心呢是一块，咱拢知影，三只一块，哦。那么呢，修道呢，就是要爱咱做到啥？这个心呢，可以啊，达到天真无邪，哦，这个心达到天真无邪，甚至呢，爱做到实心平，哦，实心。发心哦，达到这个一心不二空。哦，我咱的自信，我咱的自信呢，那么会当达到天性无瑕、素性无瑕，哦，会当达到一心不二空啊。那么呢，在这个心呢？哦，一旦我们上来，心无瑕疵，哦，心无瑕疵，意无瑕念，哦，意无瑕念，一旦达到上来，修心无念。心呢，哦，就是要会当把咱天道的心，把咱的心
性，去参观着咱的意念。咱的意念无正的时阵，咱法度人拢去参观。吼、哦，那么呢，咱也是真正是吼，真实的忏悔。吼、哦，那么呢，这我都改变命运。吼、哦，改变人命，去改变命运的时阵呢，改变人命了后，会当怎来改变命运？吼、哦。都给爱有真心的忏悔，爱有真心的忏悔，哦，咱无安尼，诶，我也是不解，伊讲啥呢？就咧讲有济啦，伊讲伊这个济讲有一个艳福，哦，这个艳福哦，伊是一个真有名的一个济公的一个宰相，凡是一官哦，人少名，十官八职哦，他拢。人拢真悬，但是伊人少尔，吼，伊人少尔。啊，毋过即个艳处呢，即、這个宰相，济公个宰相呢，伊啥，足贫困个，吼，足贫困个，又搁足偏偏。伊虽然做到宰相，但是足贫困，搁足偏偏。啊，伊个买夫呢，伊个买夫就是咧甲伊拖车个那边人吼，咧甲伊，咧甲伊，迄个赛车个买夫啦。是一个八小团的一个行动组的人。那么呢，有一天呢，这个宰相的宴主要出门的时候，被负责的过去的宰相要出门哦，都是数骂，哦，啊，指甲尾啊，都是一连一直数骂来去，那就是宰相为了要出门，啊，那宴主为了要吃的，啊，宰相是死吃的，哦，那么呢，这个内务呢？伊遐看，哇！安尼行行去，坐伫个迄个头前，啊呢，啊像讲伊把即个宰相开车，足严的安尼落去啦。啊，迄个马夫伊太太呢，伫迄个门旁边，吼，伫迄个门旁边看着啦，看出去吼，看着伊安安尼行行去，就亲像咱咧讲的讲啥，讲迄个狗中间世啦，迄狗啊。所以呢，即人讲讲教育人生就是啥，少年的时候天性最乖的呀呀。所以我看到人迄个宰相是遐尼巧，伊遐尼灵活，啊因阿是咧人赛车，安尼硬配合着对。
酸，所以肝不会显现。那改成的话，机能不会好，那是心脏常压力。讲心白，咱的心哦，那白麻的时阵，就是啥，容易受到外口的影响哦，来带来影响哦，外口的这个病哦，引起来带来影响，所以来讲。
知影，就是讲观世音菩萨，伊个方式大概是啥？来，我给你来点。观世音菩萨所发出来的方式大概是啥？众生。世间的众生，啊，无分别，啊，一切不生分，哦。那么呢，地藏菩萨呢？地藏菩萨，伊的世界是啥？地藏的归本，啊，无分别，啊，世界不生分。好，那么呢，咱的弥勒尊佛的世界是啥？你将咱三宝的世界，改化作莲花如佛，这样都是一个佛的世界观。但是咱世间那些众生拢无钱啊，阿无啦，世间的众生阿无无钱，但是呢，观世菩萨。
每天注意拉口的胸口的是叫每天注意拉口的胸口的拉口的胸口每天注意拉口的胸口拉口的胸口拉口的胸口的胸拉口的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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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的
拜的拜的节目，
上一个月啦，哦，再来到上一个月，所以呢，咱台湾呢，哦，最后呢的意义，哦，是我们呢，哦，咱诶老师的心呢，哦，来跟咱做上课啦，哦，好，今日咱这个迄个，咱电脑师呢，哦，为咱老师有一个时间哦。
你拢知影恁修学道呢是有人教咱，知影讲吼，咱有心去修道，哦，那么在修道的这个途中，这个途中途中呢，哦，这个中中间呢，咱固定的见面，咱是把头都见，哦，这是重点，大众请起立。Yeah.